机械战士最终七合体，终极机械霸王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哇，超酷的吧？七合体，终极机械霸王，哎，飞天老鹰呢？在这里啊。还有一个飞行侦测武器，咻，变形呢。哇，超级酷的！它可以七位合体哦。对呀、啊，那吴兴义你要怎么玩呢？要打败谁呢？打败皮卡丘。皮卡丘又被你丢去哪里了？这里。哇！他跟他攻击，干他比比看。天哪、啊，超级大的。哦哦。你看一下，超酷的。你看他。这个零件。你看这个皮卡丘。太短了，是啊，因为它是皮神奇宝贝啊，那不是七七霸王。哇，终极机械霸王哎、欸！那终极霸王用闪电也没用，超级酷的做工啊，嗯，超级酷的吧？这个品质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过也好贵哦、喔。嗯嗯，很贵。转一圈来看一下，哇！这床边是有两台车子是变身为他的脚，这个车子变成他的手，哦哦，手还拿着一个螺旋桨当武器。哇、啊！等你，我站好。哇！啊，脚怎么这里脚歪掉了？这里，回去。好，站好。是啊。哇！太滑了，这个桌面。这边没有站。终极机械霸王，这个桌面太滑了。哇，下面背后还有一个直升机做的这个后面发射器啊。下面有两台轮胎，超级酷，不是内裤的酷。哇塞！然后他这里拿一支武器，拿一个什么武器？就是打败坏人的武器。菜刀吗？不是，是螺旋桨哎。嗯，他拿了一个螺旋桨。哇，超酷的吧？这个是终极机械霸王。你看看他。他的头上有这个绿色。你看看他，好酷哦。